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胃放在什么样的地方了？你今天是儿子，首先是子胃要做好，尽孝。你是丈夫，首先把夫位做好，尽责。你今天是父亲，你要以身示范，做好榜样。你今天是公民，我们要守法守纪。我们今天是员工，我们要尽忠。你在你不同的位上做到你应尽的本分，就是不违天命。你违了天命，必受天谴呀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你今天是男人不做男人事，你非要做女人事情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今天是女人不做女人事情，你非要做男人的事情，这都叫出位。那出了位肯定就不好了。啊。有些位呢是别人帮助出位的。就像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过去西安有一个大学生，家里经济倒一般，不是太好。父母啊，因为爱孩子，帮助孩子出位。为什么呀？孩子是大学生啊，帮助孩子出位干什么呀？给孩子买辆汽车，孩子开车呢，就把人撞死了。撞死完以后，没有撞死啊，把人撞伤了。这个孩子因为害怕，反而拿起了刀，哎，把这个女士捅了8刀，给捅死了。最后这个学生呢，就被执行了死刑，觉得他的行为非常的残忍。可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孩子的死，包括那个年轻孩子、小孩妈妈的死，罪魁祸首是这个大学生的父母，而并非是这个大学生，是因为父母帮助其出位。你想想，学生的身份是什么呀？学习，不是开车。学生在校园的话，不具备社会身份，处理社会上发生事情的能力肯定是非常差的。作为父母，就是再有钱也不能帮助孩子出位，出位必遭横祸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那我们大家在想这个问题的，就在想，那么优秀的孩子，上了那么好的大学，因为父母给买了辆车，出了车祸，自己被，哎，违法执行死刑，无辜的那位年轻的妈妈，含恨而终的，丢下了自己很小的一个孩子。导致了两个家庭非常悲哀惨重的这种案例，罪魁祸首竟然是大学生他自己最至亲的父母。那我们再想想这个问题的时间，那是不是由贵命转成贱命啊？由善人命变成了恶人命啊？由贤人命变成了愚人命了？那这一块也是告诉我们，你今天的本分是什么？我们要问自己的，你今天的本分是什么？就像我们人实际，就像一部车一样，汽车你就要走你汽车之道，火车你就要走你的，哎，轨道。一旦出轨，火车车毁人亡。一旦出了车祸，也是车毁人亡啊。我们人生如同驾一部车是一样的，你这一生这个车，你是司机，要有主导思想，你今天的思想受谁的影响？我们要清醒地问自己啊，你今天的思想受谁影响？恶人影响、贤人影响、富人影响，还是贵人影响，还是贱人影响、愚人影响？我经常告诉大家，也说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我们的生命属于我们自己，并不是属于父母，也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属于我们自己。我们在取决我们人生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学习，哎，圣贤教诲，让我们说话、做事、处事
体现我们的德性和我们人格魅力。我们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个想法、每一个做事风格，都要起到对这个社会积极、正面、阳光的，哎，这种方式，这样我们人生才会非常完美呀。不然的话，你的人生不完美的。你今天即使学佛了，今天即使学传统文化了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不懂得学习它的目的是为什么，这就是完全错了。所以说，善人不怨人，怨人是恶人；贤人不生气，生气是愚人。我们今天学习圣贤教诲，就是要恶转善，愚转贤，穷转富，贱转贵。你把你命要转过来的，这个了不得的事情啊，一定要转。你如何去转呀？就告诉你了，善人不怨人，贤人不生气，富人不占便宜，贵人不耍脾气。这就是密码，告诉我们了。你是善人吗？你今天还在怨谁？什么怨这个居士，怨那个法师，甚至还要怨，哎呀，观音菩萨不灵，地藏菩萨不灵，普贤菩萨不灵，求半天没用。我们想想，人家不欠我们的，别说佛菩萨不欠我们的，我们想想，爸妈欠我的吗？欠我们的吗？也不欠。我们有什么资格把父母当佣人使唤呢？我们要问自己的，你今天享受到了父母对你的，哎，厚爱，那我们步入社会以后给父母回报的是什么？这都要问我们自己的，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清楚、应该要明白的事情。今天你是什么样的运、什么样的人生，我们自己要选择呀。所以说，想当什么人，自己决定。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。一个人啊，他的贵贱与身份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他贵为王子的，未来要做皇帝的，他没有做，弃王出家。反而呢，他是世间上最富最贵之人，没有超过他的。你就当一代皇帝，我们想想，治理一个国家再好，总有灭亡的时间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教义传遍全球，他的这些学生不需要发工资，剃光了头守着寺庙，全世界义务的弘扬佛教教理，义务的建这个寺庙，塑佛像。他今天的成就远远超过他当时要选择做国王的成就。他的父亲之所以被记起来，就因为是佛祖的父亲嘛。那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一想，原来这才是真贵呀。那不是说你当了皇帝就贵，也不是你有很多钱就贵呀。佛也是真富啊。我们都知道佛的国土遍地黄金啊，像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土一样，给你你都不要。富到那种程度，那是真富啊。可是佛呢，都是以低而行之。成就以后啊，16国王护持他，他也没去享受，照样托钵，没有改变自己的修行方式。那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、学佛的过程中的很多，朋友，你们在学什么？是学低了还是学高了？我们是学富贵了还是学贫贱了？我们自己要思考这个问题呢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学得高高在上，看不起别人，认为自己有善根有福报，经常认为别人没福报没善根。要不然呢，把一些口头语啊当成了我们的
顺口溜了。啊，我遇到很多佛居士，别人一座山说，哎呀，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。我听完以后，全身起鸡皮疙瘩。为什么呀？你随喜什么呀？你来点实际的行不行？光耍嘴皮子，是不是？人家捐一百，你捐一毛总行吧？是不是？你嘴上随喜，行动上能做一点不？来点实在的行吗？光空说呢，就像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，微信圈又出一大堆孝子，是不是？多少老年人都不上微信啊，也不上网啊，你卖弄什么呀？真有上微信的时间，给你爸妈打个电话，买点这个礼物快递回去，给卡里打点钱，来点实际的行吗？都虚伪成那样了呀！我一看，大部分都是学传统文化、学佛的，伪装成什么样的？一点实质的东西啊，行动他都不做，光卖嘴了。让别人一看，哟，人家就是孝顺。你看微信圈都感恩父亲了，我也不知道给他父亲有没有买一个，哎，我们说的这个，现在这个手机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啊。现在这个非常现代的这种手机，能上微信的。我看老年人大多眼睛不好，都拿着那个小手机，要不字幕很大，啊，从来不上微信，也不知道他儿子女儿在网上什么，还假借孝顺他呢，卖一个孝名，哎，祝贺，啊，把自己父亲母亲都没孝顺好的，还在上面啊，祝天下父母身体健康，啊，来点实际的，是不是？别虚伪。别卖弄，虚伪什么呀？我们把孔老夫子、把佛陀，我们把古圣先贤去看看，他们被世人所以恭敬、所赞扬，原因在于他们脚踏实地在做事情啊，哪像我们一天卖嘴啊！关键我们卖嘴还卖到那个虚拟的空间里面，自己爸妈还看不见。还要自己落一个孝名，让别人点点赞，挺好。哎呀，这是孝子，一看呀，这是孝女，是不是？这都叫伪装啊！要不我说，贵人啊，富人啊，穷人啊，我们真要踏踏实实的落实啊，一定不要虚伪呀，没有任何价值。我一看现在什么混传统文化圈的、混佛教圈的人都成了老油条了，还变成了佛教传统文化界的哎老奸巨猾的人了，比谁都会说，就是不会做，还高高在上的。啊，你不信？你让他随地捡个垃圾试试，他还弯不下腰呢。你来点实际的，是不是？大热天的，看见垃圾捡捡，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。你把你的精神奉献奉献。你是佛教徒啊，学传统文化的呀，你的精神在哪里呀？看着弓还举得挺好的，那是怕腰腿怕腰痛，所以鞠躬的，那还不是真鞠躬了？那还看谁鞠呢？啊，我想他对他爸妈没有天天的那样鞠躬。你看我遇个传统文化，一见了90度鞠躬，我说免了，我说你跟你爸你妈鞠没鞠躬？没鞠过，我们对老师要鞠躬。哎呀，我一听。我说你回去给你爸妈天天鞠，一天10次，把他先落到你家里再说，别落到我这儿。你落我这儿，我这受不了啊！是不是？你爸你妈生你了，你才第一次见我就赶快鞠个躬，你爸你妈养你几十年，你都没鞠个躬。我说你都伪装成什么样了？学习圣贤教诲是落实在家庭的，不是落实在形式上的，也不是分别的。一看老师鞠个躬，一看同学就点一下头。老师，哎呀，180度鞠躬，哎呀，同学90度，啊，一般人30度，最后不鞠躬了，这都是伪装啊，一定要让现实，来点真实的东西，别虚伪，别假，这样我们人生才真有意义呀。你光说我们今天当不了善人，当不了贤人，做不了富人，更。不能成为贵人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今天怨人生气、占便宜、耍脾气，这是我们的毛病啊。
啊，我们对父母耍脾气，人家顺我心了，我们就好两下；不顺心了，我们对别人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。哎，我们完全错了。我们假借学习传统文化学佛，把我们伪装的好像像菩萨一样，实际我们是个假菩萨，还要骗庙里面的那个泥菩萨、铜菩萨，这是我们完全错了。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，就要转恶为善，转愚为贤，转穷为富，转贱为贵。这是我们学习真正的目的啊，那不是学完以后一个一个苦哈哈的，我有时候讲传统文化啊，这大家对我打击蛮大的，为什么呀？一个一个都是家庭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，甚至学了多少年了，哎，家里没有好过，我们有时候听到以后啊，非常诧异的事情啊。不管是佛教也好，传统文化也好，学了可能就好了，为什么没好呢？那这一段话也是照妖镜啊，你照照你自己是善人还是恶人，你照照你是贤人你还是愚人，你照照你自己是穷人还是富人。我有时候也去寺庙，也去传统文化的地方，我发现，去寺庙的居士，比外面人还贪，比外面人还坏。学传统文化的人啊，比外面人啊还恶劣。为什么呢？一说寺庙什么不要钱，大包小包背回家，不是贪吗？啊，背一包水果，佛那儿放5个，天王那儿放1个，佛那儿可以跪那儿磕3个头，天王那儿点一下头就进去了。分别执着呀，太多了，没有一点改变。因为《华严经》上讲，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妄想比平时还多，分别比平时还严重。我们完完全全没有达到表里如一，这是没有的。实际我讲这个话是我讲的吗？还不是佛讲的，我只是拿现代化呀更明确的告诉大家而已。我记佛教有一个故事啊，讲得非常到位。国王啊，邀请佛陀前去应供，佛陀前往，整个僧团呀就去了。国王对世尊和他大弟子全部都是以礼相待。大肆供养，见到一位小沙弥呀，就有点给心上不放了。佛陀看到这种状态以后啊，就把国王叫来，就说了一句话，说国王啊，世上有三种人是不可轻视的，一个是王子啊，虽说他小，未来要当国王，掌握生杀大权；一个是龙子，未来要称龙王，行风使雨的，不能轻视。第三位就是小沙弥，未来要成就佛菩萨果位的，是不能轻视的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今天轻视了多少人？还别说轻视人呢，是不是？就在一个天王殿里面，我们对韦陀菩萨、对弥勒佛的这种恭敬，和对四大天王的恭敬都不一样。啊，我经常有时候去寺庙，我会看看这佛教徒都在搞什么名堂呢？我看看，哎呀，弥勒佛那赶快摆一大盘水果，天王那儿呢，摆一个，一个地方摆一个，盘子也没了。首先盘子这个档次就下去了。啊，弥勒佛那赶快磕3个头，天王那儿走去就做个揖，点个头就进去了。哎呀，我一看，表里都不如意。首先还在一个店里面啊，都做出两样事情啊。那我们有时候再想想，今天来了2个客人，你的这种行为是不是，这是领导倒杯茶，那不是领导倒杯白开水。那要是司机的话呢，水都没得喝。
我们世俗心啊，导致我们贪念更重，还别说种福田呢，我们净种祸根啊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佛教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状态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为的让心清净，心没有清净，分别心更重。我们甚至内心世界里面给他们都分了级别，张嘴闭嘴，除了评论和尚，连佛菩萨都要评论一遍，太多了。评论佛菩萨，评论经典，那大有人在，那放开大嘴啊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观音菩萨不能渡鬼，哎呀，地藏菩萨能渡，什么念地藏经可以把鬼招来，你看，佛都没讲这话呢，他比佛还厉害，张嘴闭嘴就来了，我有时候听完以后全身毛骨悚然，我这是佛教徒啊，我这叫佛教的恐怖分子，应该清除出去的啊，非常悲哀的一种现象。那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听我这一句话，善人不怨人，怨人是恶人，闲人不生气，生气是愚人，富人不沾便宜，沾便宜是穷人，贵人不耍脾气，耍脾气是贱人。那我们衡量我们自己，今天你是贵人贱人，富人穷人，愚人闲人，善人恶人，你自己要好好衡量你自己呢，把你这个标准先定出来，你才知道你得福得福得祸呢，是不是？你善人得善报，恶人得恶报呀。你不要今天张嘴闭嘴，我今天念佛呢，我今天学传统文化呢，我却做慈善呢，我为什么还这么倒霉呀？你说光说你倒说倒霉这一句话，就是已经怨气再到了。你说你不是恶人吗？你还是善人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今天跟这个也生气，跟那个也生气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愚人吗？去到寺庙里面，本来是学习清净心的、恭敬的，你到寺庙里面来，是不是抢头像？尤其抢头像，更能看到很多，哎，信众的贪念啊！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寺庙稍微出点名，大年初一第一天，几十万人烧头像，那个挤呀、拥堵啊，哪有一点佛教徒的这种慈悲啊、风范呀、简直那个香啊，整把整把的烧啊，污染环境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在四川一个法师就告诉我，大年初一居士都烧头像，把寺庙都引起着火了。把整个寺庙烧毁了，这都是烧头像惹的祸啊！我们想想贪念成什么样了，难道佛就等着大年初一你给他烧那一次香啊？那不饿死了？我们有时候想想，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，我们修身养德从我们言行举止中没有一点体现出来，比俗人还俗，比不信仰的人啊还恶劣。我们自己可以去看，污染环境比别的地方还好，还严重的。我遇到很多地方，有些民宿古墓，本来都是文物呢，很多人为了呀，我来了，给上面刻个名吧，还留个自己名字留在那个上面，说这又保佑我了。我们甚至看到很多旅游景点，很多寺庙的墙壁上面、民宿古墓上面，那刻字留名的不在少数。我们看到以后都是搞破坏的呀，啊，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，也是我们在学习和信仰的过程中走偏了。光是我们今天学了佛还是穷命，学了传统文化，哎，还是贱命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今天说了贱话，做了贱事，从了贱心，我们今天说了穷话，从了穷心，做了穷事，我们今天说了愚话，从了愚心，做了愚事，我们今天说了恶话，
从了恶行，做了恶事啊。名上是善，实际是恶；名上是贤，实际是愚；名上是富，实际是穷；名上是贵，实际是贱啊。这个可怕得很，你要这种心态不转变，我告诉你，嘴念烂了也是地狱的鬼，头磕破了还是畜生行为呀，没有任何改变的，没有任何效果的啊。要不很多人一说呀，我念了多少年的经，我学了多少年的传统文化，我怎么还不好啊？好像孔老夫子欠他的，佛欠他的，他就没说他自己就没好过啊，从来不说啊，说我生也放了，我钱也捐了。我说啊，你那个臭嘴啊，就一点没改变过，在你嘴里没有好话。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啊。好，这堂课就讲到这里。